喺度想打声，大家讲声，多谢诶承担我航班机。我个系居住喺雪梨嘅，欢迎各位嘅回归。那下次需要选择班机嘅，可以选择 Qantas.com。再会。各位旅客，早上好！现在我们的航班已经抵达悉尼国际机场。当地时间是早上7:25。现在请继续留在座位上，靠安全带，直到机长将信号灯熄灭为止。如果您的手机随身即可打开。当飞机停稳及安全带信号灯熄灭以后，请小心打开行李，以免行李滑落。请仔细检查您的随身物品，以免遗留在飞机上。但是代表所有的机组人员，感谢乘搭澳洲航空，希望在下次的航旅途中再次为你服务，谢谢。Have occurred to sound the doors.